大家好，我是韩红岩。这期哈同专题的话题是大河和八岐大蛇。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如果大河得到大蛇的八岐大蛇恶魔果实，在817期哈同专题，我们忽略讨论了大河在和乌尔迪的大战中，为了打败这个难缠暴躁的零六子，他就很可能会显现出他的恶魔果实能力。而在目前，我们对大河恶魔果实能力的忽略猜测，也就主要是围绕在动物系古代种层面，以及652期哈同专题所忽略到的幻术种西方龙的层面。然而，在817期哈同专题之后，很多观众就提出了大河会不会得到大蛇的幻术种恶魔果实的这个问题。而这期哈同专题，我们就来重点胡着讨论一番这个可能。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凯多自然就不是随随便便的一言不合就砍了大蛇。从当时在案发现场，静静提前将自己的刀架在凯多面前让他砍大蛇的情况来说，凯多应该就早已经和静提前商量过了要不要直接杀了早就没有用的大蛇的这个事情。也许静在当时曾反对了凯多，毕竟大蛇的手下会是个问题。但凯多的提议则是，如果大蛇这个小子能老老实实的接受新鬼指导计划的话，那就饶了他一命。但如果他胆敢要在宴会上跟我唱反调，那静我就用你的刀砍了他，这样如何？静表示同意。于是就在之后发生了大蛇刚一反对，就被凯多像是已经准备好了的一刀砍头。而以凯多计划是让大河代替大蛇继续统治河之国的情况来说，他确实就有可能想让大河得到大蛇的幻兽种八岐大蛇能力。毕竟正如在31期海豚专题，我们最早提及八岐大蛇时，就已经明确提到的八岐大蛇就是日本古代传说中的最强魔物。这么一个强大的能力给了人家大蛇，就确实是非常浪费。但如果给了大河的话，那恐怕才能发挥出它的强大威力。然而接下来的问题，也就是正是由于八岐大蛇的强大能力，因此在783期海豚专题，我们就已经胡扯提到凯多可能并没有杀死大蛇。在795期海豚专题，我们也继续胡扯到大蛇会找到在凯多之后的另外一个下家来继续他的人渣人生。但如果武田老师由于太恶心大蛇这个存在，实在是不想再画他，那他倒是确实可以趁此机会让大蛇干脆就这么被杀掉。毕竟在791期海豚专题，我们就将凯多斩杀大蛇的劲的刀胡扯为是神剑草地剑，大蛇能被这样的刀杀死倒也算是说得过去。而接下来也就是如皇大河吃下这颗以本期的胡扯方向所新鲜诞生的幻兽种神兽果实的问题了。而如果我们再结合769期海豚专题所胡扯的大河可能还会对应他的原型人物日本武尊，在未来得到草地剑的情况来说，那既拥有幻兽种八岐大蛇能力又拥有草地剑的大河，恐怕也就会成为在河之国诞生的新魔王。当然必须要强调的是，这一切暂都全是胡扯猜测。而由于本期的胡扯方向已经过于暗示出了大河会黑化的这个可能，因此我们就只在本期过一过胡扯的瘾。而大河的恶魔果实到底会是什么，接着817期海豚专题所提出的剧情可能，我们就继续拭目以待。好了，本期内容就这么多，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王源，海豚专题我们下期再见。